今天是大温华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的第三天，也是进入紧急状态后的第一个周末。我们开车来到温哥华 Downtown 转一圈，看看平日繁荣的 Downtown 现在是什么样子。一路上车流明显少了，行人也少了许多。现在进入了温哥华的Downtown。
这两只加拿大鹅仍然漫不经心地满大街闲逛，太气人了。春天来了，樱花开了，可恨的疫情快点过去吧，不要耽误我们享受这明媚的阳光哦。